大家好，大家知道什么叫鸵鸟精神吗？我就是属于比较鸵鸟精神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记得前一阵子拍了一个山猪的破坏，破坏完了以后呢，我就把幸存的我的地瓜叶啊，还有马铃薯，全部都搬来这里了。这就是所谓的鸵鸟精神，跑给山猪追，而不是去把山猪给消灭了。那当然，见仁见智，有人会说我很傻，但是我想算了，反正我打不过他，跑总可以吧？毕竟人类之所以聪明，是可以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法。那我今天的解决方法就是跑给他追，或许这也是一种生存法则吧。那我还特地的把破坏硕果仅存的一颗，这颗是什么呢？野姜花。那大家又会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我要种野姜花？因为本来呢，女主也是故意了一大片，结果在2年前呢，山猪来了以后呢，一颗不留，让我整个庭院的野姜花呢，一夕之间全被消灭。那最近其实也有在呼吁过，可是呢，他的思念又把它全部给吃光了。所以说我只能抱持着，我跑你追总可以吧？山猪弟弟们，我认输了，那你们就不要再来了吧。你再来，我再跑给你追喽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